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48面，倒数第六行。从第二句看起，真解佛净义解曰：若以根本教，但说一字，亦为得佛辩才，传如来如实言故，不但此菩萨耳。凡夫说呢，一同诸佛辩才，赞扬佛慧功德，开化十方有缘而已。昨天我们学的这一句，这里面的意思很深。很值得我们学习。一根本教，根本是自信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从自信流出来的，最后呢还是回归到自信啊，这是根本法，就像贤首过思在《望境还原观》上所说的啊，所以但说一字，我们举一个字，举一个佛字，实际上一界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任何一个字都可以，任何一法也可以啊。为什么呢？它不离自性呢啊，我们是凡夫，没有到这个层次，没有到这么高的境界。用这个比喻来说啊，我们比较容易接受。佛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经典里面告诉我们，觉悟的意思。凭什么觉悟？智慧。跟前面呢所说戒定慧的意思完全相同。慧是自信本具的。那定呢，戒律呢，通通是自信本具的。啊，离开自信到哪里去找戒定慧啊？所以我们也晓得戒定慧是性的啊，自性本具的智慧的相嘛。佛在华严经上讲的很多啊，于一切法真妄、邪正、离世、因果，都能够觉了明达啊，都觉悟，都明了啊，都通达，没障碍了。
所以佛门里头有一句话说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佛给我们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这一切众生里的含义啊，太广了。我们一般人能体会到的，都是人。连一切众生的都是人，一切是人。哦，一切人本来是佛。那畜生是不是呢？恶鬼是不是？鬼神是不是呢？花草树木是不是呢？山河大地是不是呢？风云雨雪，自然现象是不是呢？全是啊！为什么？它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都叫众生。所以众生不仅仅是说我们人呐、我们今天科学里面讲的啊，科学分类啊，把这个一切万事万物分为三大类：动物、植物、矿物。啊，佛法分得更细，十法界一真庄严。啊，正报是自己，依报是环境。啊，环境里面有人事的环境，有我们跟一切动物的环境，跟一切植物的环境，跟一切矿物、山河大地的环境，乃至于自然现象。更进一步的，科学家告诉我们，与不同维持空间，一切生物都是我们环境。佛比科学家分类分得多，啊，分得比较详细。这一切的一切，本来是佛。没有一样不是佛啊！一花一叶本来是佛，一尘一沙一粒沙子本来是佛。华严经上说，情与无情同源种质，你看一个佛字不就是就代表了。这要什么人呢？要通达的人，不通的人不行。啊，通达的人，随念一法，都是得佛辩才。这真的一点不假了。如果我们凡夫迷失了自信，不但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，啊，决定不可能认为一切万事万物本来是佛，那他就决定不会相信的。啊，一花一叶怎么会是佛呢？啊，他不明白了。佛眼睛里看到都是佛，凡夫眼睛里看到呢，哎，那佛门里又有一句话。哪一法是佛法？你看，对觉悟的人，哪一法不是佛法？对我们凡夫来说，哪一法是佛法？大方广佛华严经也不是佛法。我们在此地学的大乘无量寿经也不是佛法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迷而不觉嘛。那个佛是觉的意思，觉了一切就是，不觉一切都不是。佛法里说的妙啊。
这个道理。这一桩事实真相啊，我们应该知道。从这个地方见得一字，与此地所说的得佛辩才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传如来如舍言故啊，经教是如来如舍之言呐、舍就是真实啊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49年讲经教学，句句都是真实话了。说不但此菩萨耳。啊，参加这个法会，12000菩萨们，啊，他们如是，凡夫说也同诸佛辩才，这是从理上说，不是从事上说。啊，正德。义理的人他知道，没有正德的，熟读大乘经的人也知道啊，他听佛说的，听菩萨们说的，听得太多了，耳熟了，也能承认啊，但是他不是自己真的啊。那么他能够肯定能接受，这叫解悟啊，自己真正证得了，那叫证悟，这个境界差别很大了啊。解悟如果不修行，不能成就啊，只能在这个世间，现在人所讲的，哎，某人是佛学家了，他可以称得上是个佛学家。啊，对于经教啊，广学多闻呐、烦恼习气没断见思活一品都没破，啊，虽然是个佛学家，与了生死出三界毫不相关呐、这个要知道啊，就是他那个佛学里头没有戒定慧，这个佛学是世间法，不是出世间法。有真正的戒定慧，没有佛法。那是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啊，一天经也没听，也没听过。那个人怎么样？那人真正有佛法，不一样啊！所以真功夫是离不开戒定慧的。啊，有戒定慧有真的，没有戒定慧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劝同学大家的时候，
不能说活界定慧。啊，念佛往生，没有界定慧也往生不了。啊，不过西方极乐世界很特殊，有少份界定慧就能往生。啊，这个不像其他法门，这八万四佛四千法门，那个界定慧要有一定的成分。啊，真正及格才能成就。啊，少份不及格不能成就啊。我们知道世尊在经教常常给我们介绍，欲界六层天，单单凭修福。上品十善只能升到忉利天了。忉利天上去夜摩天，单凭十善就去不成。那还要修什么呢？还要修定啊，得有一点定功啊，这才能够升欲界第三层天呢，啊，夜摩天呢。第四层呢，那个定就更深一点了。第五层、第六层，就更深的定了。啊，可是这个更深的定啊。都叫未到定，就是不及格啊！啊，我们譬如一般学校念书在六十分及格，啊，现在学校我不知道，我念书了是六十分及格，啊，那他们的定功呢？夜摩天的定功大概20分。啊，得能升夜摩天。啊，30分呢？啊，就升斗率天。啊，40分呢？升化乐天。50分呢？他化自在天。60分及格了，不在欲界了，到初禅去了，四禅天了，啊，到初禅去了，及格了，啊，才叫真正的禅定。啊，在欲界这四层天里面，那个定叫未到定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不及格，大家好懂。啊，他是修定，但是他不及格。他没到这个功夫啊，所以你得初禅，你升初禅天了，色界了，不是欲界了啊。禅定功夫前身不相同，它分四个等级：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啊，再往上去。四空定比这个四禅定更高了啊，也分四个等级，所以一共是八定呢。啊，通常这个佛学里面常讲的四禅八定啊，实际上是八定，就是四禅定加四空定。那不再欲界了。这没功夫不行啊，这真功夫啊。啊，什么是定？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
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保持自己的清净平等心，不受外面环境干扰。佛经里面常讲啊，随缘不变，恒顺众生，清净平等心，不受干扰。无论是顺境逆境，善缘恶缘，都用平等心去看待，这是定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一切众生设法界一真庄严，跟自己同一个自性，同一个清净圆明体，是一体啊。他就心就定了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对这个道理了解不够深了解不够透，境界现前，这个心呢，总会被外头境界影响。那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影响，自己就高度警觉。为什么呢？功夫太差了。外面境界好不好？好，都是好境界。好像老师来考试一样，这考试不及格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。要努力，要精进。那么这是讲凡夫。也能够同诸佛辩才，这是属于解悟，不是证悟。同样呢，能赞扬佛慧功德，也能够开化十方有缘众生。有缘众生里面有很多一时糊涂，一时迷惑了，迷得很严重。但是要晓得，他过去生中修积的善根很深厚。有的时候我们一引发了，发现他比我高很多。我们欢喜恭敬，不可以嫉妒障碍。嫉妒障碍，那你就错了。要欢喜恭敬。后来居上古人所讲的，亲出于懒，而胜于懒，这就是学生出自老师的教导，到后来学生超过老师，这个老师心里欢喜为什么呢？一代比一代向上提升呢，好境界。如果老师教的这些学生，他们将来成就都比不上老师，这个老师悲哀啊！在教学上说他没有成就给你是一般的，算不算成就？一定要比你高的。
古人的用心跟现在人不一样。啊，古人确实希望下一代比我这代更好。啊，做父母的希望儿女超过自己。无论是德行，是智慧，是福报，希望他都超过自己。对得起祖宗啊，对得起家族啊，啊，家里有人才出来啊，老师对学生，跟父母对子女的心情没有两样。老师希望学生超过自己。啊，在社会上，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人的机构，领导是希望被领导的人他超过自己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事业有继承人。一代比一代好啊！如果后继无人，你死了一切都完了。这个成绩啊，成绩单上是打零分，你毫无成就啊！啊，诸位要是明白这个道理，了解这个事实真相啊，你可以体会到古人是怎样爱护下一代。啊，真正用心呢，来培养下一代。哎，这是他一生事业当中第一桩大事。啊，所以古人，啊，古人这个社会里头敬贤受上上啊，你能替国家选拔人才啊，这个人才真的将他将来会超过自己啊，国家给最高的赏赐。啊，所以古人的用心，念念向别人，没有想到自己。你看，利他得头一句是辩才，辩才是智慧，是善巧方便。啊，这是属于能力，背后要有真修行的功夫，没有真修行的功夫，那这是假的。啊，假的一定会被人拆穿，到拆穿的时候一文不值。是的，底下真的是诸普贤行，着重在这个住字，住是安住啊，永远不离开啊。啊，上文以言住大师贤共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经文云住普贤行，表住大师贤安住于普贤大师之大行，个个以十大愿望道归极乐。这真干呐！啊，这个诸普贤行是真干呐！啊，前面只说了啊，啊，大家都共尊尊修普贤大师之德，啊，看这一句的真干。
菩萨不修普贤行，不能成佛。同样个道理，我们学净土的人不修普贤行，不能往生。普贤行虽然没修，发了这个心啊，这心菩提心就是的。真正发菩提心，我还没能做到，也能往生。啊，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太大了。哎，你只要有个几分啊，有个几分之几的时候，都可以往生。如果普贤行的那个分数越高，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不是在同居土了。啊，真正及格了，普贤行及格了，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时，十报庄严土。啊，功夫差一点的，没达到这个水平，是方便有余土。啊，发了心，要认真去做，那生同居土当然有份呐。普贤行，我们天天要读，祖师把它列在早晚课程里头。我们净宗学会成立，提出修行行门五科，五个科目，我们每天要认真去干啊，五个科目不多，好记呀，啊，太多了记不住，你怎么个修法？啊，这五个科目，第一个科目是净业三福，啊，这是佛法修行指导的总纲领、总原则。无论修哪个宗派、哪个法门，啊，都要依照这个指导的原则。啊，佛说的很好啊，这净业三福啊，是三世诸佛净业真因。三世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通通净业真因，就是这三句。你说这多重要呢？啊，第一句里面十六个字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啊，我们将它落实在儒释道的三个根。啊，这三个根要没有，一切都落空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啊，你一生认真努力去研究经教，也只成为一个佛学家。佛门里面一位学者，啊，代表的人物。我初学佛的时候没出家了，跟着李老师学经教，啊，那时候没出家。李老师就提出两个代表人物，
古人呢，苏东坡；今人呢，梁启超。这都是名人呢，佛学家啊，对于这个经典呢，读得很多，有才华啊，能说啊，能写，可是对了生死不相干啊，所以老师警告我：古人别学苏东坡，今人别学梁启超。啊，这李老师警告我，不能走他的路子。啊，他是搞佛学，他不是学佛。啊，学佛跟佛学完全不一样。学佛有戒定慧，佛学里头就是没有戒定慧。这个要知道，没有戒定慧的佛学。啊，你在这个世间也能成名。啊，佛学大家，佛学大师，人家会称你称号。啊，你也能拿到博士学位。啊，讲得天花乱坠。啊，著作登神，依旧搞六道轮回。随业受报，这个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所以儒释道三个根呢就非常重要了。你把这个东西丢掉的时候，你搞一生搞佛学，不可以不知道的。啊，有这三个根呢，这才真能学佛。啊，作为佛的在家弟子，啊，有婆塞有婆夷，也可以出家。啊，净业三福，第一福是基础啊，取得学佛的基本条件。你看这入佛门，第二福。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这第二条啊，第二条小乘福啊。第一条是人天福报啊，所以它叫三福啊。啊，第二条是小乘福报。啊，第三福呢？这第三句。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这个劝进行者就是利益别人，利他了。前面全都是自利，自利之后才能利他。啊，我们叫弘法利生呐。这个多重要啊！啊，出家一定要学沙弥勒依啊，沙弥十条戒前面就是五戒啊，不杀生。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这个不妄语里头特别注明，包括不两舌，不绮语，不恶口。啊，这个五条叫根本大戒。啊，有时候经论里面呢，特别讲根本大戒只有四条，
那就是不饮酒这一条不算。啊，前面是杀盗、淫妄，这是这个四个是根本戒。不但在佛法里都是根本戒，几乎所有宗教里头都是根本戒。啊，我们看《古兰经》，看基督教的新旧约，啊，这几年我们编了一个小册子，这世界上比较大的十个宗教，从他们经典里面揭露下来，啊，有关于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戒律这些教条，我们把它揭露下来，一看都有，每个宗教都讲，这是杀盗淫妄。不能不守啊！啊，沙弥利益后面还有五条。第一条，不做高广大床。这后头这个五条啊，实在讲都是属于以苦为师啊。前面五条是五戒啊，以戒为师啊，以苦为师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自己给我们做了榜样。啊，所以出家人睡的这个床很窄很矮，啊，经典里面讲的时候不超过六寸，就这个小床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不能睡得太舒服，太舒服你就贪睡了，时时刻刻警觉，床很窄，你一翻身就掉下来。你要睡觉要睡的规矩啊！我早年在温哥华，那时候每年都到温哥华去讲经，去讲一个月啊！我在温哥华偶然遇到一张这样的一个小床，我把它买下来。嗯，很多人问我，你们怎么床这么窄？床只有2尺半。啊，一般床单人床是3尺，3尺多一点的。我那张床2尺半，嗯，大概比这个桌子稍微宽一点点。2尺半，这桌子大概2尺。啊，所以佛说的很有意思啊。这第七条呢，决定不准带这个花幔、首饰啊，不准用啊，像现在的这些涂香啊，涂香是像这个香水啊、雪花膏这一类的啊，这个不可以，不可以用这些东西啊，这是。一条，第八条呢，不许可唱歌跳舞，这些娱乐场所也不准去。啊，连观听都不许可。啊，包括现在我们有电视，如果电视里头演的是啊歌舞。啊，戏剧都不能听，啊，不可以观听。
第九条呢，是身上啊，决定不许可有金钱、有财物。啊，这条也非常严格，养成不贪财啊。啊，最后一条。世尊在世是日中一时，决定沙弥是要遵守。啊，不非时时。啊，就是在日中，啊，日中之前吃东西，日中以后只能够喝水。水里面有沉淀的东西不可以吃，你像牛奶、豆浆不可以吃，它会沉淀。啊，蜂蜜可以吃，蜂蜜不沉淀。这沙弥世界，啊，24门威仪，那个威仪里面很多都在《弟子规》里头，啊，所以。《弟子规》是基本戒律啊！我们学佛的时候，真正想学佛，真正要修成就，最好连沙弥世界都能够守啊，符合世尊最后的教诫啊！佛陀不在世了，我们依靠谁来做老师？佛讲了，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你看沙弥世界，前面五条是戒律，五戒，后面五条是苦行。啊，我们有这个基础啊。才能够学普贤行啊！啊，普贤行第一个学，对一切众生都存恭敬心，礼敬诸佛，啊，决定没有分别，啊，善人恭敬，恶人也恭敬，对我有恩的人我恭敬。啊，伤害我的人对他还是恭敬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，他本性本善，他做出一些不善的事情，是他迷失了自信。啊，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善友，学坏了，那是习性，不是本性。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佛教我们看一切众生的本性，不要看他的习性，我们的恭敬心就能生得起来。看众生的习性啊，恭敬心生不出来啊。普贤行呢，这个十愿呢，第一愿做不到，后头全没有。他跟六波罗蜜一样，也是。后后生于前前，啊，好像十层大楼，离境是第一层，没有第一层，哪有第二层？啊，上面它包括下面，下面不包括上面，这个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礼敬就太重要了。礼敬什么？开发我们性德，第一条就是爱心。啊，你看我们中国古人，在五伦里头，第一句“父子有亲”，那是自信里面的亲爱。啊，对一切众生是平等的。啊，对回报我的人。
羞辱我的人、伤害我的人，还是一样的爱心，真诚的爱心，对吗？这是佛心啊，这是你的真心啊。如果你对他有分别、有意见，错了啊，那他做的那么龌龊，要你原谅他。你看做坏事，我们想想，释迦牟尼佛修忍辱波罗蜜的时候，啊，那是修菩萨道，没成佛之前，被割礼王割截身体，那个伤害多严重！啊，将忍辱仙人凌迟处死。遭这么大的难呢，啊，割礼王也是很发脾气，很恨的。你修是修什么？修忍辱，好看你的人能不能忍，一刀一刀割你。啊，割到垂死的时候，问你说你有没有嗔恚心？没有，再割。啊，割到最后还没有。最后临死的时候告诉割礼王，我臣服，我第一个度你。你看看他忍辱波罗蜜圆满了。啊，割礼王造了很重的罪业，成就释迦牟尼佛忍辱波罗蜜圆满。啊，所以他做了功德了。世间没有绝对的是非，那就看你什么人啊！你看这种嗔恨的时候，对待一个修行人的时候，哎，是好事情啊，让修行人忍辱波罗蜜圆满啊。他自己虽堕地狱，在地狱挺享福，为什么呢？他成就一个人做佛去了。谁的享福？在地狱享福啊！佛说的，他在地狱里啊过的那个享受啊，跟忉利天差不多，这很有道理的。哎，因为你做的是卧室，所以你得下地狱。哎，你成就一个人，要菩萨成佛了，这个了不起的这个大福报，所以他在地狱享福啊。福享完了。啊，地狱罪报也满了，出来了，啊，出来的时候又到人间来，又出家了，啊，出家了碰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真的第一个度他，乔臣如尊者，前身就是割礼王，啊，佛说话算话了，啊，乔臣如是第一个证阿罗汉果。这两个人是表演给我们看的，教导我们这个忍辱波罗蜜应该怎么样修。啊，礼敬诸佛这一条我们怎么做？啊，对于一切众生，严重伤害我的众生的时候，都没有一丝毫怨恨心。这个要学，在这种关键的时候，就看你的心得会不会向外流露啊？你是烦恼业障流出来，还是自信里面的智慧德相流出来？都在一念之间，所以一念觉，凡夫成佛了。啊，一念迷，那就又到六道去了。其实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就是这个人伤害我，我对他特别恭敬，错了。
完全错了。啊，他有再大的过失，不要去怪他，他很可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过人因果，过人承当啊，这个没有法子啊。啊，人无论做什么样的错事，头一个不孝父母。你看哪一个父母希望子女去害人呢？啊，违背良心，违背道德了，没有一个父母是这样对儿女的。啊，所以孝亲尊师这是根本的德行。老师不希望自己学生去犯过。啊，无论做出什么错事，头一个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让父母师长蒙羞啊！怎么会教出这样学生？怎么会养出这种儿女？啊，社会人的时候会责备你的父母，啊，谴责你的老师。单单这个罪就是地狱罪啊！啊，虽不是阿鼻地狱，地狱种类很多，经典上给我们讲了70多种啊。做什么样的好事都没有办法弥补啊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晓得啊！不但不善的事情不能做，不善的念头都不可以起起这个不善的念头是心造了，身没造，心已经造了，还是接罪啊，接罪轻一点啊。如果身口意三业都造了，这个罪就重了，是离境都重要啊。世间法也不例外啊，在中国，你看《礼记》里头头一句：“去礼乐，无不敬。”无不敬，没有一样不恭敬。万事万物啊，都要用恭敬心来对待。这是普贤行的礼敬诸佛。啊，修己真实功德要从这个地方入手，从这里学起啊，学的尊重别人啊。第二个，称赞如来，这个人与我过不去，冤家对头，可是他做了一种好事，要不要称赞？要。他这个事情对社会、对大众有利益、有好处，应该称赞的。啊，决定不能夹杂个人的怨恨，啊，那就错了。该称赞的时候要称赞，他做的是自私自利啊，与社会与大众没有好处的，
不称赞，不批评，养自己的德行。所以称赞跟这个礼敬不一样，礼敬是平等的，称赞是有分寸的。为什么？它有影响。他不是真正的善人，他是假善人。你要是称赞他，会有许多人上当。那我们要负因果责任。他是真善人，人是我的冤家对头的时候，我也要称赞他。为什么呢？对社会、对大众有好处。我们念念呢，要想到广大的群众，特别在现在，要想到全世界苦难众生，绝不能把自己的利害放在里头，那就错了。对人对事要大公无私就对了。所以这叫称赞如来。广修供养，这也是平等的。需要帮助的人，我们能有一份力量就尽一份力量。尽心尽力帮助他。帮助他解除眼前的生活或者工作或者其他的小困难，我们要帮助他。学佛的人不能忘记，最重要的是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是岸，这个重要啊。释迦牟尼佛就诸佛菩萨出现在世间，没有别的事情，就这一桩事情。帮助我们大家回头是岸，帮助我们破迷开悟，自然就灾消福来。迷破了，灾就消了。真正觉悟了，福就来了。真正的福报是从觉悟来的，这个不能不知道。然后你再晓得，为什么说佛门那福报大。事出世间，要想培福，在佛门里种福是第一大。佛是无上大佛天呐！供养三宝，而供养三宝，诸位要记住，不是财物。用财物来修供养，福报不大。你看《大乘经》里面都说，你用大千世界七宝去供佛，谁能做得到啊？大千世界的一个天王，摩西首罗天王，大概只有他可以做到，别人哪有那么大的福报？佛说比不上给众生说四句偈的福报，这是佛特别跟我们强调法布施重要。为什么呢？无量的珍宝你能叫它富起来，
啊，他脱贫，他富贵了，富起来了，他没智慧呀，没智慧富起来不是好事情啊。啊，他天天就坐卧了。啊，那反而叫他堕落了，那不是真的帮助他，那害了他了。啊，真正帮助他是教他，帮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啊，帮助他明理，了解宇宙人生真相。这是真正的供养啊！所以佛在经上也在提示我们，一切布施当中啊，法布施是第一了啊！法布施头一个是修行。用修行供养，真供养啊，不是用钱财，用修行，如舍修行，用这个来供养三宝啊，供养佛菩萨了啊。佛菩萨在经典教导我们，我们真落实了啊，把经典的道理变成我们的思想。经典里面的教诲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，真供养。诸佛赞叹呐、啊，无量无边的福报啊！啊，佛力加持你，你真修行的时候，你自信里面的福报现前了。啊，自信的福报跟诸佛如来的福报无二无别。啊，所以你要懂得供养。啊，从改变自己的心态做起。啊，第四，这才忏悔业障。啊，无量劫来，在六道搞轮回，业障深重啊！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业障要不消除，轮回就离不开；业障不消除，不能往生。净土虽然待业，许可你待旧业，不能待新业。新业说，我们现在还干，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能待。啊，过去没学佛之前，我造的些业，或者是学佛，我没有开悟之前造的业。都可以带去啊！觉悟之后，再不许可造业了啊！再造业的时候，这个业就会障碍你往生啊，甚至于障碍我们开悟，我们听经听不懂。把经里的意思错会了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业障。你知道这个有多麻烦啊？所以佛教导我们要发怒忏悔呀，把自己所造的业能够对大众宣布，
真诚忏悔，后不再造。这业障就消除啊！啊，忏悔了，明天还照做，这是自欺欺人，欺骗佛菩萨，那个业就更重了。啊，真的忏悔，真的不再造了。啊，要发心像佛菩萨一样。啊，用我的身体来表法，做一个好样子给社会大众看，这个功德就很大。以身作则，做出来哦，佛弟子是这样的，啊，大家看到对你起尊重的心，对佛教起了尊重的心，啊，从我们的行为当中，日常生活当中，能叫大众尊重佛教，啊，尊重佛菩萨，这个功德可就大了。啊，如果我们做得不好，人家批评佛教，啊，说你们搞迷信，啊，那我们就是把佛教形象给破坏了，这个罪就很重啊。啊，标准是什么呢？标准就是我们讲的四个根。弟子规、感应篇、十善业、沙弥律仪。这四个根。这四个根在家同修都可以学，非常好啊！啊，你真正想学，你会越学越欢喜。啊，你才能真正尝到法味呀。古人讲得好啊，世味哪有乏味浓啊，你没有尝到乏味，你那个欢喜心生不起来，真正尝到的时候，欢喜心生出来了，无时无刻不是欢喜啊，处世待人皆无是一片真诚慈悲也。啊，第五，这随喜功德，这是破什么呢？破嫉妒障碍的。啊，因为嫉妒障碍是一切凡夫通病啊，都有啊，而且非常严重。如果是嫉妒邪能之人，啊，障碍他，破坏他，这个罪可重了。这个好人，他能在社会上做很多好事，啊，利益社会，利益群众，利益国家。你这一障碍，对他是小事，他不会怨恨你，对他没事啊。罪从哪里结的呢？许许多多人不能得到他的利益，社会不能得到他的利益，国家不能得到他的利益，罪从这里结的。
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，这道理很深呐、啊！啊，伤害一个人、破坏一个人，这事情很小啊，这有什么了不起啊？啊，你要知道它影响力多大，你的罪过就多大啊！它的影响多深，影响多广？那都是你接罪的这些条件啊，影响的时间长，将来你躲在地狱时间就长；影响的面很广，你在地狱罪的时候就受得多，就这么个道理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懂的。所以佛教我们随喜功德，看到别人好，全心全力帮助他，成就他啊，决定不能障碍，没有力量帮助，赞叹他啊，希望有力量的人听到我们的赞叹，哦，他们发现来帮助他，来成就他啊，那我们就修了随喜功德了，就是他将来有多大功德，随喜的人的功德跟他一样大。啊，他能够做出有利益于这于国家民族的事情，于一切众生的事情。啊，他做多大的事情，影响多大，影响多久，这个功德随喜的人就得一份去了，这份跟他一样的啊，他还要认真去修啊。随喜的人不要修，就一发心，你看功德就拿去了啊。那反面的嫉妒障碍的时候，你就造了大罪业啊。你一随喜的时候，念头一随喜的时候，他的功德全变成你。所以佛讲这桩事情啊，你看看列在普贤十愿里面的一条这个意义很深啊，这功德无量无边啊，能随喜才能勤转法轮啊，给诸位说做功德里头，第一大功德是什么？是勤善知识讲经啊！讲经听众的很多啊，这里面有一个两个觉悟了，明白了，回头了，断恶修善了。这个功德无比的殊胜啊！现在社会一般大众啊，都认为做法会这个功德很大。这超度水陆法会啊，我们刚刚走完的这个三世习念的七天啊，可是比这个更大的人有更大的勤法师讲七天经，比这功德就更大了，更殊胜了，名扬两利啊。啊，我们人听经觉悟啊，我们看不见的无形众生的听经同样也觉悟。
啊，所以这个佛寺一般的法会是属于宗教祈祷，不是没有效果，有效果，效果完全在真诚心。古人讲的话很有道理，诚在里。如果你做法事心不诚，那就打折扣了，效果就减少了。啊，可是佛菩萨非常慈悲，佛菩萨在道场协助，啊，道场几百人参加，我们肉眼凡夫啊，里头有没有佛菩萨？肯定有，总有几个。这几个人呢，诚心诚意，甚至主法和尚都没有诚意，旁边跟着坐的人有几个诚心诚意，这个法会成功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佛菩萨在加持啊。啊，讲经发会议啊，也如是。听众里头真正有几个佛菩萨，他在做影响众。他在加持这个道场，加持大家。真有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从这个地方我们才真正明了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，我们感恩不尽的。啊，可是今天请法师讲经啊是越来越困难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学习经教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啊，为什么金灿佛寺那么多人学习经教？学习经教没人请他讲经。啊，这个路子衰了。我们学佛，明白人。懂得的人，我们要发心勤转法轮呐！啊，有力量，第一等的好事，培养法师，真正遇到有发心的年轻人。啊，首先一年的时间把四个根扎下来，这是根本，没有这四个根就可以说你肯定学不出来。为什么？没有诚意，没有沉浸心。印祖讲得好，十分沉浸的十分利益啊，沉静完全在这四个根啊，从四个根里面去看你有几分的沉静，然后知道你会有几分的成就啊，没有沉静就没有成就，越是有成就的人心地越真诚，态度越谦虚，对人越恭敬。啊，我们中国古人讲的，学问深时意气平。
啊，决定没有心浮气躁。啊，心浮气躁那是一点功夫都没有。所以找到一个真正发心的人不容易啊。啊，这过去李老师跟我讲过，很感叹地说，哪一个老师不希望有传人？到哪去找啊？学生找老师难呐，老师找学生更难呐。到哪里去找啊？这个事情可遇不可求。啊，可是真正发心要学，自己在家里能学得成功啊，不必找人呐。啊，在家学孟子，啊，出家呢，学欧益大师。他们在一生当中没找到真正善知识，怎么办呢？以古人做善知识，孟子学孔子，孔子已经不在世了，啊，孟子读孔子的书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遇到一疑难之处去找孔子的学生，那个时候孔子还有不少学生在世，他向他们请教，他学出来了，学成功了，超过孔子当年在身边所有的学生。你看后世提起儒家孔孟，啊，不提别人，这就说明孟子学成功了。啊，中国人称孔子为至圣，称孟子为亚圣。啊，至圣是第一名，亚圣是第二名。啊，我们净土宗的欧益大师，第九代的祖师，啊，他对于第八代的祖师莲池大师非常仰慕。这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，莲池大师的著作在，他专学莲池大师著作。也学得非常成功，所以以后他是净宗第九代的祖师。啊，这都是眼前没有人指教啊，啊，找古人呐、啊。啊，今天你是没有好老师，你学无量寿经。无量寿经是谁？谁是老师？阿弥陀佛是老师，无量寿佛，你跟他学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你可以作为学习的参考。啊，他做阿弥陀佛的助教。啊，你有了老师，又有了助教，只要你真干，没有不成功啊！啊，一门深入，十年熏修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啊，我们现在亲眼看到两个人。第一个大概大家都知道了，
东北刘素云居士，就是他是55岁开始学，现在65岁，10年，就是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一句阿弥陀佛。除这个之外，什么都没有。10年如一日，每一天听经10个小时，听了10年了，就听这一部经啊。啊，通常一般人要是这样用功的话，应该在4、5年啊，功夫好的人大概3年就会得三昧耶，念佛三昧耶。5、6年肯定开悟啊！啊，根性差一点的人，我相信5年能够得三昧，7、8年能开悟，这一悟就全通了。所有没有学过的经教，你只要一接触全通了，一经通，一切经通。古人说的话一点都不错啊！我们不相信古人，相信自己就完了，这样不听老人言，吃亏在眼前啊！人家10年有这么大的成就，啊，我最近听说一个四川有个老居士70多岁了，他大概也是50多岁50、60岁的时候开始学的，也是10年，也是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我非常希望他到香港来，我们见见面，很了不起。啊，给现在年轻人真正发心续佛慧命。啊，元绍如来净光大法做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只要你真发心，只要你依照祖宗的惩罚，决定不能变更，你好好的去学下去，你肯定会成就。啊，10年的时间不长啊！啊，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真叫1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。凡夫10年成佛了，不是假的。啊，要懂得勤转法轮。啊，实在请不到，发心自己出来讲经教学，请自己，请别人难呢。啊，我自己发心请自己。啊，这些方法我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他老人家教我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听话了，成功的秘诀没有别的，就是听话，真干。啊，活一天干一天，不为自己，为正法救助，啊，为苦难众生，啊，把这两句话作为我一生活在世间的目标啊，
那最后的目标求生净土，没有别的事情。下面第七，请佛注释。啊，这一句话呢，我把它说成培养下一代。啊，应该懂得全心全力培养下一代，让佛法不至于断绝，这个功德无量无边。能够有十个八个真学佛的人，没有自己的人，佛法决定可以兴旺起来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鹿野园，六个人起家了，他自己一个，另外五比丘，六个人起家了，今天有七八个人，怎么会不能信教呢？啊，当然没有问题，所以这个才叫大事业、大因缘呐。啊，我这个一生也是跟大家表法的，给大家做了个样子。啊，一生没有做第二桩事情，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从出家那一天开始，52年没有休息。啊，没有道场，我也没有饿着，也没有冻着。啊，虽然一无所有，佛经上讲的得大自在啊。啊，这个大自在就是身心都没有事。现在人讲的什么压力，我很不容易体会，我从来没有什么压力啊，心理上的压力、身体上压力都没有。啊，没有疑虑、忧虑，没有牵挂，啊，随缘度日啊！啊，心里面只有经教。啊，我讲一部经，心里就想这一部经。啊，这一部经大概要讲1年到2年。啊，活一天讲一天，这个多快乐，多自在啊！啊，第八句是“常随佛学”，这一句很重要。早年李老师常常跟我说，光研究经教还不行，一定要有个榜样。啊，张家大师教我学释迦牟尼佛，李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。啊，佛出现在3000年前，印光法师去我们比较近了。啊，大概60-70年前，他老人家在世了。啊，印祖虽然往生了，
他的典籍在大师的文钞啊，当年李老师就是把这一部文钞送给我啊，劝我学印光大师，这是近代真善知识啊。啊，读文钞就是接受他的教诲，明白了，道理明白了，方法知道了，依教奉行了，这是印光法师真正的学生了。啊，四书弟子啊。啊，学佛读经不明了经义不行，明了经义不能够落实也不行。啊，要真正落实，你才能契入境界。契入境界，那叫正呐、啊，信解行正，真正的受用。啊，第九句是恒顺众生，这一点很重要，这一点是修行的功夫。啊，功夫在哪里看呢？在恒顺众生。啊，顺逆都是顺，随顺当中啊。你要有耐心，要有智慧，要善巧观机，引导他回头是岸了，引导他断恶向善，引导他破迷开悟。啊，这个是利他了，不是自利啊。从勤转法轮后面这个五句全都是利他的，前面五句是自利的。啊，从这个离境诸佛到随喜功德，这都是自利，成就自己的。啊，所以成就别人，你不顺着众生，你怎么能度他？你怎么能帮他？这个是真正修行，这是真正的功夫。在四摄法里头，这一条就是四摄最后的一条，同四摄啊，他欢喜啊。啊，同事，你看他在迷，你不迷呀？你如何帮助他破迷开悟？啊，帮助他回头是岸。这真正叫佛度有缘人。
现在在这个社会，各行各业里头都有菩萨，连赌场里头都有赌王菩萨在里头。那为什么呢？赌到最后，他输光了。啊，一生的清苦全都花掉了，自己给大家做一个榜样啊，决定不能去赌啊，把赌场里面的黑幕啊全部揭露出来，我称他做赌王菩萨。啊，现身说法嘛，你完全明白之后，你再不到那个地方去了，那个地方是火坑啊，不是好地方啊。啊，你看看这个世间古今中外，哪有靠赌博发财的？找不到这个例子。啊，所以哪一个行业里头都有表法的，你得要细心去观察，你都能发现。啊，恒顺众生。啊，在日常生活上要顺。啊，世间没有决定的是非。没有绝对的好坏，实在上说，这些对立的统统都不存在，完全看你的意念，你的念头，你的念头善，没有一样不善，念头不善就没有一样都是，没有一样是善的。啊，所以佛说的好啊，境随心转呢，这话说的太妙了。但是我们是佛心，你看设法界一真庄严全都是佛菩萨啊，在那里表演啊，在那个地方又诱化众生啊。如果我们用自私自利的心来看，用分别执着来看的时候，佛法界里头你也不满意 啊你还一样看不惯呢 啊跟你说极乐世界，你把极乐世界毛病挑了一大堆，你不合你的意思的吗？啊，真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心现识变，佛讲的太妙了。啊，学佛的人没有别的，就是要真正看出来，真正体会到识怎么变。啊，心是怎么现的？啊，识怎么变？啊，不管怎么变化，心相一如。法界一体，永远在你面前。所以，无量无边的变化了，它里头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在呀。你把它找到，你就觉悟了。啊，找到了这个普贤誓愿，你就圆满了。你就真的跟经上讲的这些大师们啊，诸普贤行啊，确实你安住在普贤行上，幕后普皆回向，这一句更不得了了啊！这一句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，
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，把自己的真实智慧、无量的德相啊，德能相好，与变法界、虚空界一切众生共享。这菩萨回向啊，完全展现出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啊，是一不是二啊。我们再看这个文啊，诸普贤行表诸大士啊，通通都安住于普贤大士的大心啊，个个以十大愿望祷归极乐，个个着重在这个华严经中只有一个普贤啊，谨一普贤呢，如是倡导啊，他在提倡，他在引导啊，精进则无量无边啊。现在释迦牟尼佛讲这个无量寿经这个法会上，有多少普贤菩萨了？无量无边的得如普贤之法身大士，闲来集会呀，同弘敬宗。这个盛况还得了吗？啊，无量无边的普贤菩萨啊，这些菩萨通通修十大愿望。诸位一定要知道，十大愿望的根就是《弟子规》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》《沙弥律仪》，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到十大愿望呢，这是开花结果啊，得大圆满呢、啊，它的根，记住这个根，如果没有这个根，十大愿望是诸佛菩萨的，是这诸位法身大士的，与我们就不相干。我们要种这三个根，普贤十大愿望我们一定会得到的啊，这一点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幕后这一句闲来集会同弘敬宗，你可以看敬宗法门在一切法门当中无比殊胜啊，无比的庄严。我们这一生的人生遇到佛法，能够在一起修学净宗，学习大乘无量寿经，这个福报多大即使诸佛如来共同来赞叹都赞不完。一定要认识啊，这个缘分呢太不容易得到了，一定要抓到。这一生当中什么都该放下，应该放下的，决定求生净土啊，决定以这一部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啊，决定得生净土，我们就成功了啊。佛讲经没白讲，夏老居士汇集
没有白晦气。啊，黄念老是在病中啊，写这部注解也没有白写。啊，我们这一发心，佛欢喜。啊，这些大德们没有一个不欢喜的，没有一个不加持我们的，哪有不成功的道理？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到此地。